哈喽楼啊，这里是稀有言。一，白雪公主装扮。衣服选爱丽丝梦游仙境，主要色系为浅红和深蓝。脸型选四，头发选五，颜色选下面最深的黑色，眼睛颜色选择粉色，传送到神社。分别加了腮红和汗水，把腮红的位置向上调整一下，选择一个动作。选做的第三个，调整一个视觉康康，绝美。二，惊艳古风穿搭教程，衣服选择和服。脸型选四，头发选择18，颜色也是选最黑的。头饰选择29，面具选择11，可选可不选。把时间调到晚上8点，把思路打开。传送到神社，把神社节日开开。绝美子，我在江南撒把欢，吐无邪，你有斜阳揉碎了春雪。接下来就是一个日常穿搭教程啦。衣服选休闲服下期，颜色分别选白色和蓝色。眼睛颜色选择深蓝，配饰选择19，颜色也是蓝色系的。正面看和反面看都是很不错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此结束，灰灰。